拜拜。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善财童子，在寻你下一位善知识，还找了12年，现在还是童子不是童子了呢？藏了5个善知识了，光唱这1个善知识，路上走了12年，咱一般的成童子的话嘛，11、12岁嘛。那起码现在30多了，40来岁了，还是童子。经过无量劫，善财童子成佛了，还是童子。我若斯利菩萨没有年岁的限制吧？文殊师利童子，什么含义呢？清净。一般的说，童子表着清净。同时，善财童子到现在参一位入一位，他所修的6度啊，已经成10度了，10波罗蜜度。就在12年游行，他是菩萨道自己的圣境，已经到了不是我们一般的所能想象得到的，在12年求善知识。求谁呢？谢托长者，12年见到了，即得见矣。这个中间过程什么都没有啊，很简单。求了12年，见到了，五体投地，顶礼啊，起礼合掌，这都很简单。向善知识表白，而圣者呀，我今得与善知识会，我现在啊能够会到你很难了，难可得见，难可得闻，难可出现，这是善意啊，不是乐意啊。说你真难得见，要这样说就烦恼了，你真不好见，我找了你12年，难可得见，连听都听不到，连找12年都听不到，难见难闻，那算得是难得出现，这赞叹的意思。说难得奉祀，就往善的方面想啊，说你这个善知识真不好伺候，好给人当老板，对老板说你真不好伺候，不好照顾，很难得亲近，很难得承接，可难可奉之，难得共居，难令喜悦，难得随住。就是赞叹的话啊，就是非常难。你想他在这12年当中啊，说在寻求的时候，他没有烦恼的意愿啊。要不要去亲近哪个善知识？12年还经过12年，早就生烦恼了，不见你了，一定要见你啊。
对，让我们去参学去，或者在哪个寺院里头住，我见哪个善事儿。一两年就烦了，还多呢。有几个住住就烦恼了。他这是善意啊，说太多子自己庆幸，我进了这么多年，希望了好多年，就是难得见，难得知遇，难得成见，难得亲近，难得风声。他这是自己高兴庆祝的语言，那就说明什么呢？参学善知识很难，完了向善知识表白，圣者我已先发耳朵了三宝三宝的心，见着了先表白自己，为什么我求你？我求你的意思啊，我已经发了个不着三不三不的心了，我想求正当正觉，我想在一切诸佛前求诸佛法意思，欲示于诸佛，我欲知遇一切佛，我想见一切佛，我想观一切佛，我还欲知一切佛，我欲证一切佛平等，证诸佛的平等法，我还欲发一切大佛的大愿，我还想满一切佛的大愿，我还唯欲求一切佛的智慧光明，我欲成一切诸佛众行故。那佛利益众生的事儿了，这是啊。我愿以大悲藏教化调伏一些众生，我想具足佛的大慈大悲，完了教化一些众生，皆令得到究竟，达到边际。这个达到边际说没有边际的，我一定达到它，就学圆满的意思啊。我一成就一切诸佛的众行，我一得到佛的神通，我一具足诸佛的力量，我一怀得一佛佛的无畏，这是说善财童子他要求善知识，因为他发了这些个心，那怎么能才能达到呢？我求善知识开示的，换句话说就是我要想得到佛的境界，成就佛的境界，这都是指佛宝说的啊。佛宝说的，我欲闻一切佛法，以下是法宝啊，我想具足闻一切佛法，闻了就受，欲受一些佛法，受了要持，要持一些佛法，不光听听而已啊，听了要受，受是领纳为意，持呢是持之不舍，不舍的目的呢就了解，了解佛法，因此我要护一些佛法，要成佛，要懂得一些佛法，要尽一些佛法，先是为了佛宝，这个是为了法宝，以下菩萨就是生宝，唯有一些诸菩萨众同一体，唯有一些菩萨善根等无异，唯有圆满一些菩萨波罗蜜，我欲成就诸菩萨所修行故，我欲出生也诸菩萨清净愿，
我也得一些不菩萨诸佛菩萨的威神杖，我也得一些菩萨法杖无尽智慧大光明，我也得一些菩萨三昧广大藏，我也成就一菩萨无量无数神通藏故，我也以大悲藏教化调伏一些众生故，解令究竟道无边际，我也显现神通变化障，神通变障，神变障啊！唯一切自在障，自在障中啊，其以自心得自在。唯入于清净障中，一切相而庄严故，想深入佛寺。领那些佛法，跟些那个大菩萨行菩萨道同行，要行菩萨道。我善财童子向谢陀长者表示，我是以这些个心来求善知识的。圣者，我以入世心。入世意，入世乐，入世药，入世欲，入世需求，入世思维，入世尊重，入世方便，入世究竟，入世天下，至圣者所。说求善知识做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些个，谢谢。我闻圣者呀，善能诱惑诸菩萨众，能以方便阐明所得，是吧？你把你所得到的，跟我所愿望求的。你给我开示开示，阐明的意思有指示的意思，开阐明显四个的道路，与其尽量受其法门，令出迷倒障，把犹豫见啊，使我不要犹豫，像箭在身中一样呢，皆疑惑往，照心酬临，宽心构作，令心洁白，实心清净，正心残缺，没有残缺心呢，全是正心，决心生死，断生死念，执心不散，就把那不散的那呀全止住了，把我一些执着都卸脱了，卸心的执着，与那个执着处令心得卸脱，与眼受处使心动转，就不眼目了。令其瘦肉一些自净，很快达到佛的境界相，是极大无上法成，究竟成就佛法，令住大悲，令住大慈，令住菩萨行，令修三昧门，令住大慈，令住菩萨行，令修三昧门，令入正位，令观法性，令增长力，令修行，普有一切其心平等。善财童子到善知识所，
所有这些请示的，一个是表白自己的心，另一个请扇子是开示。大家看看这个善财童子这些个发心这请示，那么大家过去的时候或者到奶老法师或者你们最初到如瑞这儿问过他这些话吗？恐怕一句都没有，一句都没有。嗯，因为啥呢？没有这个智慧，哪有这种智慧啊？这些个问号，这不要解释，文字很明白，一看就懂了。嗯，但是谢道长者还没跟他说话呢。你见了三次是，谢道长者并没问他，什么也没问他。到他一到三次是说，都请问这么多。我看你们的道友要是到我那儿去问我去，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啊？嗯，善财童子所说这句话一句都没有，你说过吗？学呀，学呀，这才是真正亲近善知识。学，他所问这些问题呀、啊。咱们想都没想过，是不是这样的？华严经的微妙，学佛法嘛就学样嘛，学样嘛。那小学生，无论你学文字、学画画、学礼貌、学什么，当小孩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教你怎么做人，从三五岁就开始了，嗯。孩子并不知道啊，而善财童子他一入了佛门，嗯，他在这个前一个善知识到后一个善知识有这一段时间，他心里想什么，就是他所要问的这个。他还想前个善知识啊，前个善知识的教诲，他要修行啊，到另一个善知识要请问呢、啊。对啊，谢托长者是以定，什么定呢？波州三昧定，入定的。嗯，定发生的智慧，嗯，是谢托长者以过去的善根力量，还有都成佛的威神力量，还有文殊师利童子意念的力量，以这些个力量。他入定，善财童子来请问他的时候，他入定，没有说谎。这入定的因缘，过去的善根的力量是因，他自己修，现在所修的是缘，因缘契合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念力，念念念文殊师父。我这位菩萨，这位善知识为什么信智慧力量？相信文殊菩萨智慧力量。同时呢，善财童子是五阴文殊师利的教导，在文殊师利那个升起信心。文殊师利代表实信，不对，不是一味一味的信，嗯，
完了才出众，再掺德云呢。那么此位长者的善知识是表示智慧，文殊师利不自慧。善财童子来搀他，他在入三昧入定，这个定叫什么名字呢？叫普摄一切佛刹无边旋陀罗尼。这是他自己的心所起的智慧，成这个心性总持一些法。定呢是体，一切法是用体用兼备，旋转是无奈的意思，没有障碍，不停的旋转，要有一障碍就转不起来了。反正旋转的无实物都无障碍的。善财童子向他请问，他并没有答呀。为什么？他在定里头，如此三昧已，得到清净身，得到体了，得到体了，也住于法性，发了菩提心，就住在菩提体上。那么在这个定中，待他的清净身显现出来是什么呢？十方各十佛刹微尘数佛，十方佛刹，佛刹里头微尘，这个佛就不可思议了，微尘数佛，每一佛都有佛的道场，都有佛的刹度，诸佛的众会道场，道场当中就光明庄严，崇分宝盖呀，腾化东土国呀，庄严之具。实现呢，一切诸佛往昔的成道的神通变化，乃至发的大愿力，一切诸道之法，诸道之法诸的成就的，像咱们说三智邪道品呐、五根五力呀、四念处，全是诸道法。修行过程当中，乃至一处理行清净庄严，这个就代表了咱们前头是离世间品啊，除了一些世间，离世间才能入法界，就形容这个意思，除了一切，一切行清净庄严。这时候在定中见一些佛成了正觉了，成佛了之后转变法轮度化众生，这一切微尘入佛，经过修行成就佛果，四现道场，四现神变，乃至教化一众生修诸道之法，得到清净庄严成等正觉。成了佛之后说法教化众生，这一切一切啊，都得谢托长者身中显现。微妙了，非常的微妙，悉皆显现，无所障碍。因为这里头种种形象，种种刹度，种种佛刹，种种次第，
入本而住，不想杂乱，不是很多就杂乱了，不杂乱，知道吗？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所谓的那么都是哪些不杂乱呢？解释了种种的果度，果度当太多了，就咱们现在这个当前这世界吧，200多个国家不杂乱，非洲也好，亚洲也好，美洲也好，欧洲也好，澳洲也好，各个不想杂乱，而各个此地种种形象，各住各位，不想杂乱。现在当然在定中啊，所有这么多的佛刹各住各位，那其实诸佛现的神力，还有佛的教化种种的所有说法的大小乘、中乘和四现种种的大愿、大愿门，那些世界处都有斗率功，都有一个佛刹，都有无量的斗率功，无量四天相。入世或者住胎，就是八相成道啊，每一佛都要经过八相佛道，住胎、诞生、出公众、出家、往一道上修道、破坏魔君、住天众围绕，为些在世间为世间主劝请说法，回转法轮，回波涅槃。波涅槃就是圆寂了，圆寂死了，分不舍利，回其他庙。比如来种种种坏，种种世间，种种取生，种种家族，种种娱乐，种种夜行，种种语言，种种根性，种种烦恼，随眠习气，诸众生中回溯微细道上，这是说的一些众生啊。有佛国都已经有众生，众生存在的问题有这些个，那佛的说法在教化众生啊。在这众生当中，或者处于微细道场，或者处于广大道场，或者有一游寻道场，或者十游寻的道场，回处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游寻的量道场，以种种神通、种种言辞、种种音声、种种法门、种种种词们、种种辩才们、种种圣谛海、种种无畏大师之口，说诸众生种种善根、种种意念，说种种菩萨戒，说种种佛法。但是这都在解脱当中、定当中啊，他入的是定啊，定中所显现的境界相，这些境界相呢是智慧，三昧是体，体应去入众，众是什么呢？摄护一切众生，是佛佛都入世，摄护一切众生。摄护众生的第一个就是说法，教化众生嘛，不给他说，众生怎么知道呢？比如来所有三说。